但是他们是各个乡镇的代表。我们再次请大家来掌声，再次鼓励他们，祝福他们。圣经里面说，祝福人的必蒙祝福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请再一次请县长上台来颁那个奖状，还有礼物，最好的礼物。我们这次特别感谢县政府，县政府哈，社会处来支持我们，大力的支持我们。这个奖牌呢是非常很有规格、很有价值的。然后那个礼物呢，是我们台东县最名贵的红乌龙。红乌龙啊，他们喝了以后身体更健康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颁第一排，然后回去以后我们在柜台那边领啊。我要念一下奖牌的内容。台东县政府表扬状，刘正阳、刘张秋兰伉俪，同心齐德，足为表率，荣膺2014活力台湾幸福家庭模范夫妻，特颁此状，以示加冕。县长黄建廷，中华民国103年3月16日。站着，现在我们邀请刘兆豪立委来讲几句勉励的话，这是